和平日子仅维持短短几年哦，冲突突然再度袭击自联盟星球，维利安大帝试着安抚惊恐的人民，但还是有部分人不相信他，进而组成一种名为人类守护组织的反抗组织啊。在此同时，自联盟军队中数名幽灵特务的音讯全无，包括最顶尖的诺瓦以及他的特务团队 Stone、戴尔塔和皮尔斯，他们下落至今依旧不明哦。怎么读那么久？我都念完了。我的麦克风会太小声吗？还行齁。我的麦克风大小，哇！218-22N，准备例行的装备检查。什么？我在哪里？为了保护你，任务细节已列为机密。记忆中断是预期的副作用。齐力，带上显示镜。今天先玩。诺瓦弄完以后跟阿吉打22或是执政官，然后12点打战争世界，这是今天的行程。特务，你的显示镜有问题吗？不，软体校准完毕。很好，你有点晕眩，保持镇静。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你身上防护衣的逆踪功能。了解。现在启动你的逆踪装置。逆踪功能正常，你可以解除逆踪了。特务，解除逆踪。代号54，特务叛逃，马上派增援过来。要把诺瓦带进辉哥的店里做啊！来吧，这里是诺瓦，我正在使用加密通讯，我需要立刻撤离。我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诺瓦，他们可能消除了你的记忆。我们被关在一座隔离设施里，我们得逃出这里才能跟自治联盟联系。我们不是在出任务吗？发生什么事了？各种倒霉的事，不过我们会解决的。快去军械库，你需要武器。OK，Go。这个交给我。叛逃的特务就在附近，如果他不肯合作，就格杀勿论。那是什么声音？执行中。出发，不计任何代价。知道了。哦。发现目标了。哦代价哦交给我哦哦刚那个是错误示范，所以我们不能从那个地方走过去，太危险了。我们要从右边边边角的地方走过去比较安全。哦，来，现在正式开始哦。军械库，你需要武器。
行动中。执行中。那是什么声音？这个交给我。那是什么声音？不计任何代价。知道了，了解。出发。你有听见什么吗？好吧，正在前往。出发。这个交给我。知道了。行动中。执行中。不计任何代价。保持警戒，这名特务非常危险。在前往。多危险啊。了解。来大闹一场吧。这个交给我。出发。执行中。这个交给我。知道了。行动中。不计任何代价。来大闹一场吧。来大闹一场吧。了解。正在前往。了解。出发。快把他找出来。任何代价，执行中，这个交给我。知道了。行动中，知道了。营养补给。好，我拿到枪了。很好，但这样还不够。接下来往研究站移动。在前往。出发。这边开始就是狙掉那个有侦察能力的就好。汉考特，我盯上我们了，快走。这个交给我。出发，行动中，执行中，知道了。他不见了，快点离开这里！来大闹一场吧，正在前往。来大闹一场吧，正在前往。遭遇到大批的驻守部队，暂时先避开他们。不计任何代价。你附近应该有脉冲手榴弹，它可以一次解决整群的敌人。脉冲手榴弹。行动中。很好，现在我可以继续前进了。执行中。然后这边有第一个成就，就是不能被火烧到。皮尔斯跟戴尔塔也被关在这里，要找到我们三个人可不容易。我们是一个团队，绝对要一起离开这里。然后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出发。行动中。注意，本设施的毁灭程序已经启动。知道了，来大闹一场吧。这下情况不妙。诺瓦，他们找上我们。蓝色，你得离开那里，快呀、啊！我尽量。行动中，这个交给我，不计任何代价。哎，为什么看到我？为什么看到我？能量不足。来大闹一场。哦哦，他那个有侦查效果。了解。执行中，行动中，正在前往，不计任何代价。这个交给我。知道了。杀掉自杀联盟的特务。发现敌人，来大闹一场吧。能量不足，能量不足。执行中。我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其他人救出来，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没问题。我会支援你。知道了。被这烧到的话就没成就，所以这不能被烧到。出发。这个交给我。来大闹一场吧。了解。出发。执行中。不计任何代价。哎，反正要讲啊。正在前往。往这里走。知道了。行动中。这些人。不是自治联盟的士兵，诺瓦，这是怎么一回事？没道理啊！最后一个任务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是被俘虏的。被俘虏。了解，这个交给我。行动中。知道了，来大闹一场吧。出发。执行中，不计任何代价。正在前往。了解，我们应该是俘虏了。这个、交给我，正在前往，来大闹一场吧。行动中。他有一个轴就给人家烧。出发，执行中，不计任何代价。
知道了。这里交给我，朕在前往，来这儿闹一场吧。出发。能量回收。可恶。能量回收。哎。其他死掉会怎样吗？知道了。其他死掉应该没招吧？其他死掉会怎样吗？没招啊。他人呢？史东，他们没活下来。他们没活下来，我很抱歉。正在前往。其他人呢？抱歉，他们没活下来。等等，这里是夏普斯堡，我们可以跟这里的自治联盟部队联系。我们应该先离开这个星球，在这里根本敌我难辨。前面有穿梭机。搭这些秃鹰过去是最快的办法。好，那就来兜个风吧。我得小心点，这附近还有平民。哎，我撞到那个了，撞到车子会扣血。救救救！救救救！后面，哇，连平民一起杀，好猛哦！老子快挂了！诺瓦，敌人从我们后方追过来了。那些魂球就是不懂得停手。我们收拾他们。我是觉得那个火车不需要救他，救那个有救鬼子就好。像这种就平 A 就好。有点多了。诺瓦。来，要善用队友，让队友去坦伤害啊！能量补充。好，接下来应该有空军。能量不足，我要给到那个，没能量啦。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哇，这里有点危险哦，这里有点危险啊！爆了 ！fuck！ 重来，载入最后的储存点，从刚刚那个中间那边就可以了。怎么会这样子？我的队友没有坦到伤害啊！前面有女妖轰炸机。
好，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哎、欸，又要爆了！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强？这个女妖怎么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好，事不过三了，不会再死了。前面有女妖轰炸机，刚那个打蜡空大了，能量不足。那是什么鬼东西啊？发现叛逃特务，准备开火。一滴血都不能扣哦。要小心，不要被队友卡到。能量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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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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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我们要 RE 吗？我被射到了，要 RE 吗？我被射到了。我们成功了，诺娃，你先走，我搭下一辆。除非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想知道？其实就是刚刚那个最后一下，他全部射完以后，他会往上跑吧？那个第一时间往下按，就不会有事。需要 RE 吗？你们要看我再重打一次就对了，也是可以的，要 RE 也是可以。反正你们知道怎么打就好了啦，好不好？我们打第二关跟第三关的残酷成就。呼叫范围内的所有自治联盟船舰，这里是特务 X41822N， 要求紧急撤离，收到请回答。Oh. 要求已确认，护送舰抵达之前不要离开你的船只，
解除你的武装，等待进一步指示。谢谢你将他护送到这个基地，我不想走漏风声。你好啊，霍大上将。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我从一个不知名的基地逃出来，那不是自治联盟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那里？诺瓦，你失踪了一阵子，你跟好几位特务都失联好几个月了，所以我不是在卧底，这也不是任务回报。哦，不是，我们有证据，显示你跟恐怖组织人类守护组织有关联。你被通缉了，因为你背叛了自治联盟。背叛？我对自治联盟忠心耿耿，你知道的。这不是我能决定的，等维勒安过来，他会有很多问题想问你。霍纳上将，虫族部队朝我们的位置逼近。所有人各就各位。诺瓦，我相信你，你不是会阵前叛逃的人，但你得证明我没错。如果你的本领跟档案记录上一样高强，那我们会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完整报告现在的状况。长官，事情没那么简单，虫族正在入侵这个星球，他们在山区建立了虫巢。最近发生了很多虫族攻击的事件，对自治联盟造成不小的打击，这一次又更严重了。上将，你看到那片狭窄的山谷了吗？我可以趁虫族穿过那里的时候攻击他们，抵达基地的虫族越少，我们就能撑得越久。好主意，我们在这里帮你设个前哨站，然后派些死神去防守峡谷。我会叫他们准备好蜘蛛鬼雷，好好利用这些武器，我们大家才能平安脱身。了解。好，所以这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就。他需要突袭嘛。他建筑霍纳上将的基地，所有建筑都不能被摧毁。然后这两个是一样的，反正就一个建筑都不能被摧毁。然后突袭，然后用蜘蛛鬼炸30个敌方单位，就这两个，其实就这两个。然后只要有新的装备可以用。你出发之前最好先看一下我们帮你准备的各种装备，现在的选择还不多，不过你在外头或许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装备，对吧？只要你来这里，就可以随时切换新的装备，很简单啦。要是你选对装备，说不定看起来会跟我一样帅哦。真的哎，型男呢？好，所以这边我们来选装备了。这个地方我是建议选范围伤害跟这个扇形伤害，扇形的对前方扇形敌人造成伤害，就这样的。OK， 好 ，Go。所在位置安全了，我们准备好要出发了。诺瓦，还有一件事，石旺有话要跟你说。没错，我这一阵子在制作喷射服，已经可以实地测试了。
缠着他没办法逆踪，喷射服让你跟那些死神一样跳上跳下的。哼，我很乐意这么做。哇，喷射服哎，太舍大。我向大地的舰队发出求救讯号，我们得在他的部队抵达之前守住这里。伊拉，请说。状态报告，我了解了。工程车准备完成。高能瓦斯不足。确认上个指令，我了解，请在我是状态，我是确认，请在我了解了。状态报告，我了解了。金矿不足。工程车准备完成。开场先去找瓦斯哦，我自己也忘记瓦斯在哪里了。好，请再说一次。状态报告。工程车准备完成。我了解。金矿不足。状态报告。我了，请再说一次。确认，我是诺。我了，再说一次。工程车准备。金矿不足。请再说一次。虫族从北边接近了，做好准备。我了，我是诺，请再状态报。金矿不足，金矿不足，请在我去。无情的死神来了，尾随。状态报告，我是诺瓦。状态，我了解。确认上。状态报，我了。确认，请在。我了解了。发生了什么事了？金矿不足，金矿不足。好，请再说一次。收集完成。状态报告。我是诺瓦，请在我了解，请在我是跳上去吗？我是请确认上状态报告，我了解确认上个指令。这下好了，有另一群虫族从东边过来了。是诺瓦，无情的死神来了。状态确认上个指令。干嘛？你要什么？啊，会扣血啊！状态报告，我了解，请我是诺瓦，对死神感到惧。确认上状态报告。放手一，请再确认。我是，请我了解，请再说一次。目标消灭，该准备下一回合了。诺瓦，你的部队需要的话，基地里有医护兵。基地里有医护兵。啊！啊！这里可以补血哦！啊！请说。金矿不足。我上次玩都完全没补血。重要，确认上个指令。早说嘛！准备完成。有这种好康的，怎么现在才跟我讲？我了解了，我是诺，请再说一次。我了解了，请再说。坏消息吗？无情的死神来了。知道。金矿不足，金矿不足。确认，我是诺，请再说一次。无情的死神来了。我侦测到毒爆虫朝我们的位置过来了。他上次都不跟我讲哎。消防前解决他们。工程车准备完成。金矿负责，请再确认上个指令。报，我了解了。状态，我了解了。你有什么能让我宰？状态，确认上个指令。我是诺。我了解了，确认上个指令。无情的死神来了。坏消息吗？出发。我是诺瓦。工程车准备。无情的死神来了，请再说一，又一波攻击来袭了，正在标示坐标。工程车准备完成。我了解了，全是状态报告。无情的死神来了。我是诺瓦，请再我是状态报告。请再确认，我了解确认状态报，确认上，我是诺瓦。死亡晶，我了解了，请再说，我了解了。无情的死神来了。哎，诺瓦，看来虫族想攻击我们的军事研究中心，我有些伙伴还在里面啊，忘了盖这个。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都在那里，你可以帮个忙吗？我尽量。请再说一次，我是，请再确认上个指令。无情的死神来了。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失望，设施净空了。啊，我放心了，那里的研究成果你拿去吧，就送你喽。就送你喽。
矿不足。无情的金矿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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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的死神来了。包在我身上。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我出发了，我出发了。无情的死神来了。我了解过，他们这一次派劫匪虫过来了，小心他们的酸蚀体液。请再说确认状况。堵错地方了。无情的死神。金矿不足。我是诺，请再说一次。状态报告。收到。现在我了解了，请再确认上个指令。准备完成。我是诺瓦，状态报告，确认上个指令。我是诺瓦，小心他们的酸蚀体。执行。无情的死神来了。我盖那个碉堡、是为了要，我怕他们打到建筑物，因为他的那个成就是，小心，敌人朝我们接近了，不能被。不能死掉任何一个建筑物嘛，所以说我这样做的话是有比较安全一点。我是诺瓦，确认状态报告。我了解了，我是诺瓦，知道了。请再说一次，包在我身，确认上个指令。状态报告。无情的死神来了。解决掉了，我可以趁这个空档准备下一场战斗。我在前方峡谷侦测到王虫，他们带着大量的虫族过来了。解决掉他们才能控制这块区域。另外留意任何可以新建更多碉堡的地方，尽可能取得最多的火力支援。收到。亮升级完成。包子确认上状态。我了解，确认上个指令。知道，请再说。诺瓦，快撤退，虫族的数量太多了，我们没办法承受任何的伤亡。尾随在后。无情的死神。金矿不足。状态报告。这值多少？我了解。我正在提。确认上。对死神。请再。干嘛？我是诺瓦。你有什么能？我是诺瓦。确认上个指。死亡降临。哦，宝贝，没有什么我不能处理的。无情的死神来了。高能瓦斯不足，包在我身上。无情的死神来了，请再说一次。这太夸张了，破坏先出现了，他们可以保护周围的虫族。再说一次，高能瓦斯不足，高能瓦斯不足。正在前往，知道了，纯属公事。工程。无情的死神来了。我的高能瓦斯不足。无情的死神来了。掉链。我是诺瓦。工程车准备完成。高能瓦斯不足。坏消息吗？啊？你的决定。敌人就是不肯放弃，准备迎接下一批攻势。金矿不足。我们完蛋了。状态报告，请再说一次。知道了，正在情况。死神来了，包在我身上，清楚明了。无情，不都有些跳下去啊？行动中，能量不足。我们完蛋了。交给我吧，请再说一次。我以为我们武器实验室的位置够远了。结果还是被虫族盯上了。别担心，我很快就会抵达那里。我了解了。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这最好是好消息。很好，大家都安全了。这里还有一些装备。那都是你的啦，高手。我就知道你 OK 的。高手。高手，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无情的死神来了。状态报告。奶好奶满。无情的死神来了。金矿不足。
无情的死神来了。我是诺娃。高能瓦斯不足，金矿。无情的死神来了。金矿不足，金矿不足。状态报告，我了解。诺娃，坏消息，敌人同时从两侧发动夹击了。我了解了。状态报告。收到。知道了。行动中。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这最好是高能瓦斯不足。确认上个指令，我了解。请再说一次，我是诺娃，交给我吧。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这是什么情况？冲冲冲！整装待发。我了解了，大家做得好，我们解决掉他们了。请说。啊？好。发生了什么事了？无情的死神让开。高能瓦斯不足。我知道你的意思。把死神都点出来了，枪兵就坐进去了。确认上古。高能瓦斯，金矿部。无情的死神来了。基地，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这工程车干嘛？收到。我们完蛋了。请再说一次，我来。状态，我是确认上，请再状态报告。无情的死神来了，搞定。我是诺，我了解了。哦，宝贝，在路上了。状态，确认。这局，雷兽准备进攻了。最好快一点。我了解了。收到，状态报告，确认上个指令。我是诺娃。我了解了。知道了。纯属公事。正在前往。执行中。状态报告。确认上个指令。我是诺娃。我是诺，请再说一次。这值多少？状态报告，请再说一次。死神来了。状态报告。死神来了。冲冲冲！有大家伙朝我们过来了，希望你准备好了。请说。金矿不足。无情的死神。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纯属公事。知道了，包在我身上。只无情的死神，为什么不打？死神来了，清楚明了，交给我吧。执行中，金矿场已经耗尽。好的，搞定。我了解了。冲冲冲！哦，就这样。的确如此。厉害吧，小子！我是诺上将，希望你没怀疑我的忠诚。我们都很感谢你的协助。高能瓦斯不足。让开，要突破了。重要工作是吧？我了解了。死亡，请再说一次。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我是诺，请再说一次。确认上指令。无情的死神来了，搞定，很公平，放手一搏。无情的死神来了，我正在听。状态报告。同意。无情的死神来了，敌人集结了残余的部队，要发动最后一波攻势了，你得挡住他们。我了解了。全是攻势，金矿场已经耗尽。收到，知道。我确认，请在我这。我请在确认上。我了解了。执行中，正遭受攻击。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我是诺娃。
确认上古状态，请再取。我了解了。基地正在，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包队，我了解了。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收到。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行动中。确认上古指令。这里上什么印呢？霍纳上将，虫族所在的位置上方出现了战巡舰，可是那些不是大队的战舰。什么？我有。哎，到了，靠北北青，我们 RE 好了，我们，哎，其实我们再 RE 一下好了，因为那个建筑不能爆，那个爆的话就失败了。其实刚刚已经过了，刚刚他那个话已经讲出来吧，就已经结束了，我只要再撑个大概五秒钟就结束。但是他的那个上面那个建筑已经爆了。上将，希望你没怀疑我的忠诚。所以我这边要这样做才对。我这边应该把他堵死才对。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这最啊！重要工作是尾随。确认上个指令。我了解，状态报。确认上个指令。哦，宝贝。无情的死神来了。哦，就这样。好的。我是，请再说一次。无情的死神来了。很公平，当然。状态，我是我了。确认上个指令。死亡机。诺瓦，敌人集结了残余的部队，要发动最后一波攻势了。你得挡住他们。同意。请在。我了解。金矿场已经耗尽。知道了。金矿场已经耗尽。交给我吧。执行中。纯属公事。清楚明了。正在前往。基地正遭受攻击。能量不足。动中。尝尝我的厉害吧，小子！我们完蛋了。交给我吧，纯属公事。执行中。基地正遭受攻击。这最好是好消息。好。收到。赶快救这边。啊！这值多少？确认上个指令。这重要工作。无情的死神来了。霍纳上将，虫族所在的位置上方出现了战巡舰。这样就可以了。那些不是大队的战舰。什么？我有不好的预感。请再说一次。死神来了。确认上个指令。你看这样子，我的建筑就没有损失了。他们正在发送广播讯息，接收中。虫族一直都是威胁，而今天。大地的部队证明了自己没有能力保护波瑞亚的同胞，但是人类守护组织会保护你们，我们会尽全力守护你们的未来。上将，他们正在直接跟我们联络。拿出包挡也可以啊。星球受我们的保护，交出那个特务，然后离开这里，否则后果自负。你想得美。诺瓦，把部队撤回来，他们没办法在对付虫族的同时阻止我们离开，我们得跟大地在别的地方汇合。啊！然后损失的自治联盟建筑零个，就表示我的成就收解到了。然后以蜘蛛鬼杀死30个敌方战士，我这边是杀死53个，所以表示我这个也是有解到。对，所以我这都有解到。好，下一个，我们可以用那个战斗记录来确定我们成就到底是不是解到没？我们刚收到恶名昭彰的人类守护组织的消息，他们宣称虫族的攻击还会再发生，而且维勒安大帝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你。戴维斯将军曾经支持过大帝，而葛雷森行政官说，这可能是维勒安政权的最大威胁。
诺瓦，很高兴看到你平安无事。人类守护组织添了我不少麻烦。嗯，对你我来说都是。但如果我们合作，我相信能阻止他们，以免他们毁了自治联盟。还有你的政权。我和我的父亲不一样，我希望能为正确的目标奋斗。这一点你我是相同的。这艘船舰和我的特务部队都任你差遣，你可以率领他们，我唯一要求的只有你的忠诚。没问题。我就希望你这么说。莱格，这是你新的武器与科技专家，他有东西要给你。扫描显示你的记忆遭到修改，不过还是有机会恢复的。遭到修改？这个装置会让电力脉冲穿过你的神经抑制器，过程会不太舒服，但可以恢复最近的记忆。我撑得住。好痛感觉哦。没有用，我一直看到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可是它荒芜一片，盖满了虫胎，这不是我记忆里的样子。它被虫族入侵后，我就没回去过了。嗯，或许你真的回去过。人类守护组织为什么会在塔桑尼斯活动？这是个好问题，去找出答案吧。啊！塔桑尼斯，这座城市变得这么残破。没时间怀旧了，人类守护组织的基地就在这片废墟底下。你要潜入他们的基地，同时避开那些野生虫族。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维勒安不想亲自动手了。好，我会在此部署兵力，等我潜入人类守护组织的设施以后，防守就交给他们了。这回你会需要一些特殊装备，正好我在帮工厂的载具改装喷射推进器。好，这太神奇了，根本就是魔术嘛。这就是科学，善用这个装备就能找出我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科学。欸，这画的超像的。欸，这个其实他是在画这个图啊，就是里面实际的那个地图的位置。好，我这边衣服的装备选择是选这个，第一个是选可以增加射程的，第二个是选这个永久隐形，因为这个跳上跳下没什么用啊，是上那刚第二关没有用，第三关没什么用。那这个显示敌方20格方位敌方所在，我就这里没什么用，所以剩两个。那这个的话，左边这个其实比较强，但是100点伤害，但是右边这个是因为我们第二阶段任务要它有一个成就是不能伤害任何的人类单位，所以要用这个。如果用这个的话，就肯定解不了，就很难解了，应该说很难解，应该还是有办法解，是超难解，所以我就选这个。然后第四个的话，这个用G的和这个其实都可以，用G的跟用那个扇形都可以。但如果说今天是要清掉虫族的部队的话，其实我觉得用扇形这个会比狙击还要强很多，所以就选这个。不然狙击的话，其实可以打大龙啊。但我是觉得右边好一点。然后这个单位科技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这边是有新的科技可以放进去，但这些科技你一个单位只能放一个装备，就你不能每个都用同样装备。像这个超级战斗药剂就只能给其中一个装，你看我是要给它装。不过别忘了，同一时间内两个单位不能拥有相同的升级，除此之外没什么复杂的。你看装完以后，对，你这就不能再装这个，如果你装的话，他这个就不见，他就被拉过来这里。你看啊，哦，他在装这边啊，你如果抓陆战队，他就被拉过来。所以这只能选其中一个单位，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叫什么科技，就只能给同一个单位装。
那坦克的话是，我这边是建议枪兵用那个打针，坦克的话是用这个会飞上去的。看一下，这是死神，死神先不要。这个是坦克，坦克是用那个推进器可以飞上去，这个，呜，这个超可爱的，装。然后二郎基本上我是没有用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升都没什么差，晚点再来升。掠夺者我是用这个，就是科技实验室就可以升级，因为这个超级战斗道具我已经可以抢入战队了。然后蜘蛛鬼雷的话，其实我看一下哦。死神的视野提高两格，并且攻击距离提高一格，那就是这个啦。只有这个死神可以装了。然后这个，这就可以，这个就不要装了。这个火车人就什么都不要装，因为他真的没什么用，根本用不到。哦，对了，那个我今年去年的冬天不是有去日本吗？然后现在哈子有在讲那个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故事，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来，这边有一个传送门哦，这是他的传送门。我和哈子双实况这里，好、哦，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他的实况台，他上面在讲我们那时候日本的故事。这是他的频道。好啦，我们继续了。然后我们这次这一关的成就是要，你看、哦，第一个是没有击杀任何人类组织的单位，这是在阶段二的时候。然后在难度为困难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人口上限没有超过35，也就是说我不能盖任何补给站，因为进去的补给站上限就是35，所以我一个补给站都不盖的情况下，破了第一阶段，就是第一阶段补给值没有超过35。好，然后再还有一个成就是要十分钟，前十分钟内补满两个阵地的兵力。我等下进去会讲什么叫阵地哦。好，先这样子，我先进去就懂了。没错，肥宅跟型男的实况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那时候在放那个照片，然后还有讲那时候的故事，这样子就有兴趣可以看。还要感谢TROY White TW， 感觉四等干爹，感谢你订阅14等干爹，哇，萌萌。还有哈子密我说为什么没有樱花的图了，我决定传这个给他。好 ,go。传奇的25等干爹啊，不就是 WN379 啊，他是我们干爹第二名，有两个25等干爹，有两个 WN379 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 WIJJ。蔓延到阵地的入口，你得清掉他们才能过去。我们开始吧，等部队都就定位了才能确保这里的安全。洞中，大声点，状态报告，那里被感染了，比我想象中的模样还恶心。你最好快点清除这些感染。收到。好，钟爱，这样我用一个比较帅一点的方式玩，刚顾着吃刘妈妈饼干坊的巧克力牛轧饼，忘记我的正事要做什么，再吃一个，又太好吃了。有，我跟你讲，有去
有去叫这个刘妈妈饼干坊的，一定要点这个牛轧饼，他妈超好吃，这真的是我觉得最好吃的。请再说，我来确认上一句。虫族感染已经蔓延到阵地的入口，你得清掉他们才能过去。我们开始吧，等部队都就定位了，才能确保这里的安全。好，清除感染了，可以派部队过来了。请再确认我能状态，我是弄，请再说确认状态报告。工程车准备完成。我是诺娃，行动中，收到，清楚明了。工程车准备完成，附属建筑完成，交给我吧。想要炸烂什么吗？交给我吧，正在前往。小心，野生虫族发现你了。我还以为自己静悄悄的呢。说一次，纯属公事。行动中，正在前往。工程车准备完成。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包在我身上。无情的死神来了。工程车准备完成。基地正遭受攻击。声点，工程车准备完成。收到，发现敌人，包在我身上，朝目标前进，发动突击。能量不足，行动中，正在前往。收到，赶紧杀敌。死神来了，我先说，尝尝我的厉害。然后这张图雷弹，雷那个核弹很强，包在我身上，所以可以的话早点做，把 BG 做出来。我了解了，我是诺瓦。工程车准备完成。尾随在后，无情的死神来了，需要更多的补给站。第一个阵地准备完毕。应该能帮我们挡住那些虫族。重要工作，快！工程车准备完成。谁说？恐怕有更多的虫族过去了，准备战斗。反正我们不是来这里度假的，对吧？快消息吗？备完成。确认上一句。执行中。状态报告，我了解了。包在我身上。那里被感染了，比我想象中的模样还恶心。你最好快点清除这些感染。需要更多的补给。想尝尝我的厉害吧，小子。我是诺娃，准备就绪。诺娃，我完成核弹轰炸的准备了，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呼叫轰炸。做得好，莱格，有备无患，也许有机会派上用场。包在我身上，行动中。需要更多的补给站。交给我，我是诺娃。谁说？好，好的。我了解了，正遭受攻击。谁有一些？确认上一句。那是什么？我是我来状态，我来状态，我是弄，请在，请在。
我了解了。工程车正受到攻击，基地正遭受攻击，升级完成。行动中，执行。请再说一次。收到。需要更多金矿不足。哎，小左一个进去。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宋王？我在附近侦测到人类守护组织的运输船，它遭到虫族的攻击。有生还者吗？有几个自治联盟的战俘，他们会需要撤离。交给我吧。这最好是好消息。需要更多的补给站。需要更多的补给站。按照号码，整装待发。基地正遭受攻击。安安，请再说一次。什么？包在我身上。不挂是不是？又一个阵地完成。不行不行不行，做得好。你挂对不对？对。这些都没办法开的。可能是啊。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正，我来，我收到。确认。Yes。基地正遭受攻击。啊，就你的问题啊，不然我。我来，我是需要更多的补给站。什么？你在我们家过程都有消防吗？还好，普通消防员。有好几个虫巢都侦测到大幅度的虫族活动，你好像惹上大麻烦了。惹麻烦是我的专长。干嘛这样子？我只希望逃跑也是你的专长。不是啦。受攻击。状态棒，请再说一次。核弹准备就绪。说吧。需要更多的补给站。整装待发。请再说一次，我了解了。确认状态报告，我了解。确认上，我是诺娃。基地正遭受攻击。当然没问题，就坚守时间。听到了，咱们就这么做吧。需要更多的补给站。状态，请再说一次。不要让我在这等。基地正遭受攻击。朝目标前进。基地正遭受攻击，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知道了。说吧。需要更多的补给。基地正遭受攻击。确认上一句。行动中。正在前往。我了解了，又完成一座阵地了。尾随在后。请再说一次。正遭受攻击。核弹准备就绪，需要更多的补给站。基地正遭受攻击。确认，请再说一次。基地正遭受攻击。我们的太空工程车需要更多的补给站。说吧。我了解了。确认状态，请在我是诺状态，请在我了确我了解我是诺娃。确认上一句正遭受攻击。金矿不足，我们的金矿工程车正受到攻击。锁定目核弹准备就绪。随便啦。我了解了。确认上，请再说一次。基地正遭受攻击。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这最好是好消息。状态报告。基地正遭受攻击。哦。我了解状态，请不会这样子。需要更多的补给站。核弹准备就绪。状态。我们这里需要点发炮。我了解了。金矿不足。确认上。尾随在后，重要工作。基地正遭受攻击。我来，状态报告。确认上，我是。请再说一次。发生了什么事了？确认上，我是。状态，请再说。我了解了。请说。请再，我是诺娃。基地正遭受攻击。我来，确认上，请再说一次。重要工作是吧？我是诺娃。状态报告。金矿不足。金矿不足。收到。
清楚明亮。陆战队六个。基地正遭受攻击。坏消息吗？小心，我的扫描显示，敌人从东南方朝我们飞过来了。现在状态不明确，我来。我了解了，东南方正遭受攻击，执行中，状态我是弄，确认。然后那边有一个拯救生还者，对，我了解了。拯救的时候他会要十人口左右吧，所以那个也是有技巧的，清楚。因为你不小心你就会爆人口。我了解，我是弄，状态报告，基地正遭受攻击，想抢走我的内容，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正在进行，这座阵地完成了，只剩最后一座。我是诺娃，状态报告，确认上，请在，我了解了，确认状态报告，请在，我来，我是金矿不足，确认上一句，纯属公事，我了解了。基地正遭受攻击，无情，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请说。我是诺娃，清楚明了，确认上一句，纯属公事。我是诺娃，确认上一句，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把他们扫荡殆尽吧。无情的死神来了，对死神感到惧怕吧。好，我是诺娃，包在我身上。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兵去死啊。我是诺娃，因为我们人口会超过，所以我们要让兵去死。重要工作是吧？核弹准备就绪。然后拉一只死神到这里。这值多少 ？Stand by。同意。啊！你吓到我了！我非常受欢迎的样子。把人给我腾出来了。基地正遭受攻击。确认上一句。好，差不多，差不多。你快一路探险到附近的虫巢了。这可能不会有好下场。然后我们是要救到人了吗？这进去。过。这样我们就我们的所有成就就解完了，剩下最后一个在第二阶段，不能死任何的，不能杀任何的人类部队。他们在这里搞什么鬼啊？等一下，我认得那个东西。哦，武器储藏区，这好像是某种视作型的能量剑。哇，看起来挺有用的。你应该拿来让我检查一下。好啊，不过我先试用一下。清楚明亮。执行中，交给我吧。我的扫描显示前方有个通讯站，我会调查看看。清楚明了。张队，朝巡逻队行，所有人保持警戒。哼，加强戒备了，交给我吧。天哪，那是什么东西？纯属公事，包在我身上。吓我一跳。现在前往。清楚明亮，行动中，交给我吧。收到。清楚明亮，执行中，知道了。正在前方。是谁？公事。
我杀杀三七三，那我等下如果多一，就是表示我不小心杀到。知道了，包在我身上。收到。啊！换放。传属公式，面部结束。哎、欸欸，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奇怪，我被照到了吗？他那个照到就会被现行了，他会用震撼弹把你打出来。最后一片了，他外面是用那个葱加饼，里面是牛轧糖。交给我吧。喂，亲爱的，是不是该来团战？逛逛逛逛，我会调查看看。亲爱的，是不是该来团战？我五分钟，五分钟是不是？嗯，你这么快啊？你这么快啊？中队，朝巡逻队行，所有人保持警戒。你这么快啊？五分钟可以。加强戒备了。好，等我一下。知道了，交给我吧，包在我身上，清楚明了。欢迎我们来问你解决了吗？收到。说最喜欢的蜡烛那个吧？不是，那个罗特那个，他解决了、啊。对哦。交给我吧。他账号有问题耶，就跟别人就可以，很奇怪。包在我身上。哦、他账号比较人太正了，人太正了都不敢用。收到。那不可过。哇，他旁边就这样讲哎。交给我。我说他人太正了。哎，等一下，我在顾、哦、我在顾聊天哦。他刚刚嫌我，他刚刚用一个很愤怒的眼神斜斜看着我，感觉到。后面有一股霸气的火焰。花言巧语的男人。花言巧语。都是你在那边花言巧语，害我死掉了。我们要再重新算五分钟。妈的，谁跟你说？谁跟你？哦，等你啊，你快点，没关系。我们约十二点，十点，十点半，好不好？好，十点半。我跟你讲，我认真打一次过，好不好？好。嗯，那我打了一场天梯好了。好，差不多。那你打完那一场等我，或者我等你这样。好好，那我先挂掉，你好好跟我讲。是啊。请再说一次，包在我身上，行动中，纯属公事。我的扫描显示前方有个通讯站，我会调查看看。中队，朝巡逻队行，所有人保持警戒。哼，加强戒备了。啊！那是什么东西？他怎么杀人呢？北七，他怎么杀人呢？他怎么杀人了？为什么杀人了？莫名其妙哎、欸！他走过去为什么一定要敲那一下啊？好饿哦！这时候如果有个肯德基外带全家餐多好。公式清楚明了。交给我吧，正在前往。我的扫描显示前方有个通讯站，我会调查看看。中队，朝巡逻队行，所有人保持警戒。来，真的认真一次过。加强戒备了。交给我吧，清楚明了。行动中。收到。知道了。天哪，那是什么东西？包在我身上。正在前往，纯属公事，清楚明了，交给我吧，纯属公事。收到，正在前往，包在我身上。是谁？知道了，交给我吧。清楚明了，收到。嗯，看来我有收获了。中，莱哥，你说对了，这里是通讯站，没错。我来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有个阿吉买甜不辣塞满你。有人入侵了，所有人员要马上撤离，我们才能清除这座设施。免存呐、啊，这个难度。我觉得这种方法太极端了。不不。
我明白，这件事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我会完成准备程序。他们打算封锁设施，我没时间调查了，找出他要去哪。清楚明了，纯属公事。前面或许还有另一个通讯控制台，我无法确认扫描结果。这样的线索就够了。洞中，快走，我来对付入侵者。我身上。哎，发现敌人。哎，执行中。知道了。撤离船舰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所有人快走。执行中。收到。清楚明了，交给我吧。正在前往。优能发射器启动了，快离开。优能发射器，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哎，为什么呢？转头哎，转头哎，我要从哪里开始啊？来啊，认真来一次过好吗？收到。纯属。前面或许还有另一个通讯控制台，我无法确认扫描结果。这样的线索就够了。行动中，交给我吧。发现敌人。是。知道了。撤离船舰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所有人快走。收到。执行中。正在前往。行动中，正在前往。包子，优能发射器启动了，快离开。优能发射器，他们从哪弄来的？你没有多少时间找出答案了，他正在把虫族引来这座设施。在他们完成前，守住这个区域。时候到了，我会下令。能量不足。清楚明了。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这样就晕人类，要虫族去把人类干了。不足，包在我身上，交给我吧。能量不足，知道了。能量不足，能量不足。我发现他了。能量不足，包在我身上。哎，帮！干你他妈的狗奶队的！怎么会这样子？这狗不是跟我同队的吗？我那么帮他，他这样戳我，我那么帮他、欸，他们一群狗这样冲上来，咬一个弱女子。好了，我们真的要认真了，再这样下去，阿吉会等太久，所以我决定我要戴上眼镜认真打了。设施，在他们完成前守住这个区域。时候到了，我会下令。能量不足，能量不足，清楚明了。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行动中。我发现了。能量不足，能量不足。啊！真的、哦，认真来啊！戴眼镜没办法认真，不行，戴眼镜才会认真。来，认真来一次过、哦。我跟你讲，事不过三，事不过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哦。事不过三，有关系吗？守住这个区域，时候到了，我会下令。能量不足，交给我。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能量不足，知道了。执行中，正在前往，包在我身上。收到，交给我吧。
清楚明了，行动中，纯属公事，知道了，包在我身上，收到，交给我吧。行动中，执行中，纯属公事。执行中，交给我吧。收到，知道了。怎么会这样子？包在我身上，纯属公事。行动中，哎，执行中，正在前往。收到。他消失了。这个剧情，这个任务啊，杀狗没关系哦，杀狗是没关系的哦。不要打到人类就好。交给我吧。正在前往。清楚明了。纯属公事。发现敌人。行动中。别这么烦。包在我身上。他消失了。交给我吧。我觉得我们找个时机冲进去好了。知道了，清楚明了。执行中。我找个时机冲进去啊，好像可以哦。包在我身上。我发现他了。交给我吧。纯属公事。行动中。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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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目标竟然消失了。执行中，清楚明了，知道了，包在我身上，纯属公事。行动中，正在前往，交给我吧。我发现他了，清楚明了。左边有个缝，没有缝吧？知道了。很容易刮到那个边呢。目标竟然消失了。正在前往，纯属公事，清楚明了。行动中，交给我吧，包在我身上。我发现他了。正在前往，执行中，清楚明了。收到。行动中，交给我吧，纯属公事。包在我身上，正在前往，知道了。行动中，执行中，纯属公事，交给我吧。啊！正在前往。那这边有个神秘的通道。包在我身上，收到。那我们刚刚努力那么久做什么？执行中。我们刚刚到底在努力什么？行动中。纯属公事。警告，本设施中侦测到未受拘禁的虫族，所有人员请往紧急勤务站报道。大量的虫族正在移动，他们的幽能发射器似乎很有效。清楚明了。知道了。收到。纯属公事。交给我吧，包在我身上。行动中，执行中，知道了。那里有只监察王虫，我最好绕过它。莱哥，你说对了，这里到处都是虫族。交给我吧，知道了。行动中，包在我身上。执行中，清楚明了。纯属公事，纯属公事。身上，正在前往。敌人在这里，我们要撑住。收到。我找出通讯控制台的位置了，
纯属公事啊！难怪他们全集中在这里，我吧，包在我身上。干！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可以杀狗啊，杀狗可以。他们怎么转头？好了，最后一次了，我不容许自己再失败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各位，我们要打执政官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敌人在这里，我们要撑住。清楚明了，我找出通讯控制台的位置了，就在你现在的位置，再过去一点。难怪他们全集中在这里。知道了，收到，包在我身上。清楚明了，正在前往。纯属工作。啊！杀到人了！行。杀到人了，怎么会这样子？干，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那么脆弱啊？撞一下就死掉了耶。怎么那么烂啊？纯属公事。来，敌人在这里，我们要撑住。是。我找出通讯控制台的位置了，就在你现在的位置，再过去一点。Oh fuck！难怪他们全集中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杀他们？杀他们就没成就了。啊！阿吉应该等很久了。哎、欸，为什么星海被关掉了？我靠，太戳了吧！妈，星海都被关掉了、欸。星海都被关掉是哪招啊？皮卡丘。哦，感谢 Edison 陈 TW， 感谢你的订阅，感谢你的六等干爹，感谢你。怎么会这样子？纯属公事。来啦，这个这次一定过，一次过，一次过。我跟你讲，所有的眉眉角角我都已经看穿了，所有的眉眉角角。读那么久啊！敌人在这里，我们要撑住。纯属攻势。我找出通讯控制台的位置了，就在你现在的位置。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集中在这里。走过头了。哼。我绝对不再容许失败了。如果再次失败的话，我也不能干嘛。哎、欸，阿吉还在等我吗？阿吉还在等我？怎么那么容易死啊？这游戏怎么难啊？敌人在这里，
啊，一定是那个啦，一定是那个的关系。交给我。我怎么没把这算进去啊？我找出通讯控制台的位置了，就在你现在的位置再过去一点。难怪他们全集中在这里。正在前往，执行中，纯属公事。原来是因为那个啊！清楚明了，行动中，收到。防线要崩溃了，诺娃，等你下令，我就撤回部队。动手吧，等我抓到这家伙，我可以自己离开这里。他就在前面。原来是因为那个，我懂了。你看、哦，杀死人类组织单位零，哦，然后达到最高补给值35，好，这样的话我们的成就都全部解到了。OK， 计划不变，队伍都可以部署了，待命中，开始行动。有心，我父也是生存，打13次好吗？目标星球确认完毕，预期伤亡人数计算中。他杀了这边几十万了。我拿到情报了。人类守护组织打算让虫族入侵平民所在的星球，但是为什么？他们想打击维勒安大帝，利用虫族的攻击让他显得软弱无能。莱格，成千上万的人会丧命，我们得阻止他们。好了，阿吉呢？啊，不不不。